Hello，大家好，我依然是肖战。然后现在是刚刚收工，所以回到房间，赶紧来录这个视频救济，因为再不录的话，我的经纪人姐姐就要从北京杀到香山来索我的命了。好了，因为我知道很久没录了，确实是很久很久没录了，但是就是现在每天都在拍戏，所以也比较忙，然后而且每天生活其实就是三点一线的生活，所以我也不知道说些什么，但是那就既然录了，再说点有营养的吧。就是八一建军节到今年就90周年了。从小就觉得军人很帅气，然后也是他们默默在保卫我们的国家，然后让我们可以过上现在这种很安乐的生活。所以真的他们其实蛮辛苦。再说点什么呢？再说，哎，这几天象山下雨了，然后据说是台风过来，所以比较凉快一点。然后全国各地的，好像很多小朋友在微博上跟我说现在热爆了。然后我看重庆热到什么红绿灯都烧起来了，就照顾好你们自己，然后不要中暑，然后也不要感冒。这个天气中暑和感冒其实很难好的。然后我在这边一切 OK，就拍戏的生活，然后每天都很充实。好吧，那今天就先到这吧。我们下周再见，拜拜。